现在高雄市政府赶快出来做事，赶快去把那一些需要修补的地方赶快修补起来，拜托一下。当时通知讲要来补的，不是要补的，要开屋的。要开屋，系啊。啊，修复啦。要修复啊！当时通知的。对啊，唔知。对，我都唔知啊你唔知？系啊。啊，恁今日较来安尼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啊，这几工啊，你敢知？涨了吧？涨了。系啊。嘿，啊，涨人就通知来要屋，要补安尼。系啊，要无破破到安尼，唔紧来用咧。哦，好好好。现在状况就是很多地方都已经掏，感觉是掏空这样子，然后它地面它那个出现了凹洞，好几天都没有人处理啊。如果是下雨天的关系的话，那你至少要放一些警示告示，就是让人家知道都没有人做这个动作啊。然后后来才做的话，只是放一个小的告示牌在那边，然后人家不小心就把它拿走了，用掉了。然后发现蛮多的就是坑洞了啊，不晓得是这就是现在高雄市政府为什么都不赶快，就是一发现之后赶快派人来紧急。他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路特别容易破？有，非常容易，对，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一下大雨，还好现在没下大雨。我在想，如果再下个五天的话，哦，三五天会有更多的缺点跑出来，会有更多的破洞跑出来，一定会有。对，这是一个蛮严重的状况。我不晓得以前陈菊时代他们的执政，哦，是有没有落实这些地面的好好的修整，这样这我就不知道。对，我是希望现在就是陈其迈市长就赶快去尽力，赶快把这一些能补救的东西赶快去补救好，不要造成我们用路人的那个危险。像我刚才骑的时候，我真的差点摔车，还好我往旁边闪。不然我一定摔车，我摔车我一定就是国赔，对啊，因为害到我这样子，所以我希望现在高雄市政府赶快出来做事，赶快去把那一些需要修补的地方赶快修补起来，拜托一下，不要就是又往前面的市政团队推这样子不合道理，哦，谢谢啊。Thank you.